我是卡令，我们公司是从事英语教育的工作团队。凯斯教育机构成立于15年前，我们的地点是在台北市南京东路三段，所属的机构有建国幼儿园、凯斯幼儿园以及幼儿的英语教育，然后延伸到我们有小学、国中的英语教育。我们在每周都会固定将我们所属各校的最新活动以及最新的资讯制作成电子报，然后利用 Benchmark 的发送系统，让家长可以随时掌握小孩子在学校的最新的讯息。Benchmark 里面的操作界面是非常友善，而且非常简单，让我们的美编人员在制作的时候，节省了非常多的时间。分析报告里面，让我们可以随时知道我们每一周发送的电子报收到的效益是什么，让我们很及时的就收到家长的回调以及意见调查这一类的讯息。利用 Benchmark 的电子报发送系统呢，家长对我们学校的一些活动非常的了如指掌，不会觉得说只是靠 paper 上的一个联系，大家对我们的一个专业的形象是提升非常多。最喜欢的就是 Benchmark 里面的线上服务，非常具有亲和力，解决问题的速度非常的快，而且尤其在我们碰到一些编辑上的问题的时候，工程部的人都可以很快的就帮我们解决问题，这是我们非常推荐 Benchmark 的整个功能。我是卡令，我使用 Benchmark。